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？25，我该如何使用等价原则寻找爱人？你其实不想和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结婚。我们这一代的每个女孩几乎都是在这样的少女梦幻中长大的。每夜临睡前，她轻柔地掖好被角，幻想将来有一天，一位英俊的王子身骑白马款款而来。接着他立即痴狂地爱上他，一把将他抱上马背。从此两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王子也未必要那么英俊，他可以是富有的王子，心地善良的王子，或者强壮而深情的王子。或许我们心中的王子是个诗人、艺术家，或者某个著名的演员。长大以后，我们的梦想并未改变，我们只是简单地扩展了王子的定义。他可以是誉满天下的医生，才华横溢的首席执行官，硅谷天才，或者州长。然而无论我们让他扮演什么角色，他永远都是王子。女猎手啊，也许此刻你还深信终有一天你的王子会到来。你猜怎么着，他或许会来的。但是如果看到爱情学的研究结果，你会意识到你并不希望他来。女猎手，如果你寻找的是幸福，那么你不会想要嫁给英俊的王子。男猎手，你们也不想把美丽的公主娶进家门。我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吗？根本不是。除非你生长在皇族，除非你拥有同等的美貌、同等的财富和同等的尊贵气度，否则你和王子或公主的婚姻将是不等价的。因此你会过得很惨。不，也许你会反驳，如果和我结婚的人比我漂亮、比我有钱、比我尊贵，为了叙述简单，一律概括成比我好，总之如果我的配偶比我好，我一定会大喜过望。没错，你会狂喜，但这种欢愉不会长久。等价原则证实你很快就会不开心。你的伴侣越是比你优秀，你们感到痛苦的速度就越快。亲密关系中如果存在不均衡，双方都会察觉到不对等，从而试图恢复平衡。换言之，他们竭力将双方的比分拉平。为什么我结婚时不想高攀？这很容易理解。在不等价的亲密关系中，优势一方也许会深感不满足。恋情最初的沉醉散去之后，他或他拔剑四顾，发觉自己本来可以达成更合算的交易。但劣势一方感觉如何呢？难道他或他不应该感谢自己的狗屎运，竟能俘获如此出众的伴侣？想来的确如此，但事实上劣势一方始终焦虑不安，总担心自己配不上对方。这条真理不仅适用于婚姻。研究人员在威斯康星大学对500对情侣进行了访谈，并测定双方为恋情带来较多、较少还是均等的资本。结果发现，两人的资本越是对等，恋情就越美满。如果一方比另外一方漂亮或富有许多，那么就会出现不均衡，很快就会萌生不满的情绪，恋情的隐患开始潜滋暗长，一头名为不对等的恶魔渐渐吞噬了两人之间的情愫。在不等价的婚姻中，双方开始利用亲密关系的优势来拉平比分，优势一方会隐约开始颐指气使，仿佛感觉自己有资格定夺一切事物，比如无论对方想不想开口，自己都可以发起聊天；无论气氛是否合适，自己都可以沉默独处。优越的妻子会变得懒于开口表达柔情蜜意，或者减少性爱。如果她的付出已然比丈夫多，她会在潜意识中觉得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地满足她的性生活？优越的丈夫甚至会为婚外艳遇寻找合理化借口，他可能会暗想，我有资格得到更多。亲密关系中，可怜的劣势一方注定过着对爱情缺乏安全感的生活，
或者无论对方何时决定利用恋情占便宜，他或他都要无奈地咽下苦楚。因俘获出众伴侣而生的狂喜，很快就会变成日复一日的现实。你总是屈居第二，身居次要地位，而且终其一生都要更加努力，这样的日子可不好玩。无疑，在摧毁嫁给王子必会幸福的美好传说方面，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尽了一份力量。在好莱坞，演员的身价像纳斯达克指数一样瞬息万变，因此离婚几乎像结婚一样寻常。假设你是个美国的豪门千金，有倾城之富兼倾城之色，你爱上了一个前来为你父亲的游艇修理管道的水暖工，他相貌俊朗又浪漫多情，你相信真爱，于是嫁给了他。此刻在这场亲密关系中，你显然是定夺的一方。比如选择去哪里度假，买何种汽车，都是你说了算。最初你们两人都觉得由你决定很公平，因为这些花销毕竟都要由你父亲买单。但敏感的水暖工也有自尊，随着时光流逝，他的自我不堪承受了。尽管迎娶你的时候他深感幸运，但这段爱情仍要以苦涩的离婚收场。真的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也没错，他是个好男人，你做事也公道，只是你们两人都无法与不均等的状态抗衡。后来他爱上了咖啡馆的女侍应生，感觉快乐了许多。如果结婚以后双方资本发生巨变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有时候恋情之初两人资本均衡，但婚后却变得不对等。假如其中一方有了无心之失，问题就会出现。我的朋友劳拉是个电视记者，找到梦中男人的时候，她喜出望外。她温和睿智，恰好还是国际商务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们结婚了，劳拉欣然辞去了纽约的工作，住进她在加利福尼亚的豪宅。一年大约有一次，劳拉会来纽约看我。每天晚上，她的丈夫鲍勃都会打来电话，讲电话时她总是对他温柔恭顺。两年前，在一系列糟糕的交易之后，鲍勃几乎失去了一切财产，劳拉仍会来看我。在他们能够支付飞机票的时候，鲍勃仍会打电话，但悲哀的是，我在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异样的语气。现在他对丈夫说话时声音严厉，咄咄逼人。劳拉也开始惋惜自己嫁给鲍勃时放弃的那份美差，准备寻找纽约电视领域的工作机会。她说回归职场应该没有问题。至于次年这个时候，劳拉和鲍勃是否还能继续在一起，我丝毫不敢保证。我还有个朋友名叫莎莉，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，人人都喜欢莎莉，因为她就是典型的让人惊艳的金发美人。莎莉智力平平，却长得漂亮至极。她嫁了一个名叫吉姆的男人，她热爱运动，颇有教养。莎莉的婚姻始终琴瑟和谐，直到最近她胖了许多。莎莉抱怨道，我真不能理解，现在吉姆对我的态度变化太大了，他并非忙得要死，却喜怒无常，也不像过去那样做家务了。他不和我说话，我们的性生活也越来越乏味，他好像丝毫不理解我的感受。等价原则的拥护者对此丝毫不会惊诧，他们会说，吉姆在潜意识里试图恢复平衡。如果研究人员对两人变化的亲密关系进行分析，会得出结论，莎莉和吉姆结婚时，莎莉为婚姻带来了美色，而吉姆带来了良好的品格。如果他的美色衰退了，那么他也会收回原本放在议价台上的资本。当然，吉姆肯定不会把莎莉踢出家门，他仍旧爱她。在潜意识里，吉姆只是想通过改变自己取悦他人的习惯来拉平比分。当婚姻中的一方惹祸时，
不均等状态也会出现。如果一方被发现有婚外艳遇，另一方也许会变成一口冰冷刺骨的沉默之井，直到惹祸的一方用足够的示爱行为弥补过失为止。这一过程会耗费许多年，研究报告举出了许多戏剧化的例子，比如一方突然获得了巨额遗产，或者与此相反，一方失去了工作，甚至在变故中不幸毁容。这些事件都会破坏关系中的均衡。这些研究对象并不是卑鄙无情的人，他们没有抛弃伴侣，他们只是在潜意识中想通过无数种细微的方式拉平比分，诸如减少表达温情，对自己的形象放任自流，或者不那么情愿为伴侣的利益做出牺牲。优势一方也会拒绝做家务，有权决定度假时去看望哪方父母，或者提议分开度假。在日渐失衡的亲密关系中，细微的反应都会导致巨大的苦楚。男女猎手们，如果看完这么多关于婚姻中不可高攀的警告之后，你仍在想，假如我找到的伴侣在这张庸俗的资本清单上只比我的地位略高一点，或许还不错，那么请跟我来。你确实无法改变相貌、银行存款和血统，无法让他们与你的意中人般配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他们对这些特点的看法。我们就从最难处理的问题开始吧。恋爱资产清单上的第一项就是相貌。章节已播完，感谢你收看，我是心灵之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。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。